来，老师让手印，引从一株子丁香的这口边数几家啊？来，大家一起念一下：一株一子丁香，株子丁香，起脚尖儿，踮起脚尖儿的小院儿，我们把一棵栽在老师门前。老师，看它绿色的树叶是黑夜很难作伴，很难照办。老师呜咽在风里沙沙，告诉我们别您唱歌。班里消除一切的疲倦。老师，满树盛开的花儿，那是我们的笑颜。感谢您时时把我们挂牵。夜深了，星星正在眨眼。老师，休息吧，大花香，敬您的梦里，大梦啊。老师又想又甜，OK。四。好。什么？一二三，大的老师。谁？什么？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有新生。OK， 来，老师记起啊、哦。老师啊，估计你啥都没听下的呢。好，然后老师群里嘛发他的，有小学生还有小老鼠的。那个变魔力这空气的，那家人老师噶，刚问我变开么了呢？现在路里来都把表嘛在调几级啊？然后老师噶，底下里一杯茶嘞，刚问啊底下里老师一杯呢？好，过了电脑了，功能我点没呢 ？OK， 跟老师读，老师呢这块来。还是大把我变毛病。啊，底下一杯，大家好，把侬一柱子丁香压杯么啦？那那个老师讲，老师讲那边在地龙那边买，那边在阿龙都住那间家我买的。阿里下个儿童节，格里面那家人老师说得赞了，阿里下我收嘛，六块比较多嘛不呢？那么大家第二天收他的 video 里也边买，因为话里得亲手编过的八的六百里。啊，对的。啊，阿里下个老师讲，那裤也不要嘛，你着看，还是得亲手的，得亲手拿毛裤啊，就把阿里一出子丁香我都打啥松松的哈里，老师也边买，比比手印，底下里哪里松的哈里要也边买，大家六节比较松啊嘛喏。啊，然后老师比如一点看见拉拉的也喏。啊，边买我妈说了，啊，你妈为什么不送礼物来洗也是拉里会比较也来呢？我不要啊。我说你们多了，我用弄我太太。对了，啊，刚问个表你啊啦？不啊。要不然我吸引了表啊，你这个那么吸引，所以来压的啊，所以来吸引来压呢。OK， 啊，第二个就是老师说，哦，把侬克里里的，哎，你妈那眼克里里的表那是，哦，你妈我送你那是波拉姆拉路的，可以没吸引来压的。你妈我送我，你妈养的我养的。嗯，可以可以，好的，来了，所以现在录的老师的第二个功能读读听进没？那大家很好的，进没？啥进老师的啥表了没？所以大家好，轮到什么？不轮到什么嘞？大家好，大家好，对，大家好，病毒表了没？我叫高萌，读一下吧。叫高萌。对，刚蒙表嘛，没了。如果谁要讲，第二要表没声音，老师说我叫谁谁谁不？好，闭闭嘴。我没听到没？我也没听到，刚才你没讲呢。高旺会表吗？我家的。什么？你说什么？你把这表念了？没不，刚刚我发的吗？那位啊，不表。不录表是哪种？老虎大，你把我地址弄丢。老虎大，你那里不讲表扬了？哪里跟老师在一起呗？哎，怎么讲了？变变变变变变！
好，高明高明贤。他就现在当爹妈去了，当保姆和爸爸这边妈妈抱着，但是话不他，哎，大家伙，你们别买红布，这边。哦，没好吧？不，哎，现在嘛，小表呢？这边是啊，不蒙出来个，就是不是表呢？娘抱来的，哎，本来的嘛，就娘抱的，就是怎么说？这边的这边来的，哎，都没有这边的。OK。蒙出来这边的呀。啊，老老这边没事呀嘛，哦，这边事呀，我老师都背他的那美丽的呀。啊，蒙出来个，你往不路标啊？哪里呢？呀呀，蒙这边呀，地方不是。哦。江苏小雅也蒙这边。好吧呗，就是哦，不路标没，老师都背进来这边里呀，不喏，啊，奥秘没来，不路标没，奥。你妈妈说你那些的有要怎么讲奥米妹奥米妹 music 里不能奥米妹 music 里然后是南美金妹 music 里还有没有不能就是刚那呀也 music music 里是不是被他的蒙住了啊你说你刚刚说他也没满的美丽呢哇把人赶紧比较被他的话他也没满的没有进来的他也没满的没有高蒙了都好的呢大爷，你妈那没话，不用嘛，这一段，没有那没事的，那没事的，是吧？姑姑，这这妹妹啊，那没得龙那没啥事的，那龙没得啥事的，所以讲着，我说讲那没得龙那被他来打蒙住了哈的，所以讲讲那 music 里边，那边咱们 music 里是被他啦，所以讲讲，那哎对了，老师我放他的卡嘛，母女被他的哩，老师讲然后说回来嘛，累不了，讲讲，大爷母女呢，该不要没他啦。呀这在我老师放出来的卡在公路母女的一家里的一家卡在我这个家哎母女这大爷母女也地女有那美也地那美也地路也个干你母系啦你妈妈说碰你有多美的路呗里第二个家的我没有碰你把多美的路都嘛说回去哎说回嘛老师累他来的他没你搞嘛的这大爷没表嘛的妈妈不讲你呀，哎呦！啊，像那我表来的大路，奥米美路，奥米美 music 里路，哎路比他啦，路表来。哦，哎，讲我们在打一架吧。哦，好吧呗，好吧呗。嗯，不好哎，哥。嗯，比如哎，他，你那没要叫着拿上来点嘞，哇，搞蒙嘴拿上来点嘞，这真没米多嘞，那没哇，这下路真没米多嘞，那没要出家嘞，你不好啦。啊，这那么说，表来人，不都为表表的钱来买米多啊？嘞，高明显，你话说叫那么点娘呢啊嘞？是的，是的，怎么说？哎呀，我们出家了嘞，对吧？我们后爸比王俊才呀，王俊才把你变娘喽。OK， 来，所以老师，咱下边再来没呢？啊，高明很好，咱们表那了呢，那么点拉吧嘞，嗯。好的，好的，嗯，大家好 ，OK， 我是姑娘，咱们大家好啊，我叫高萌啊，我今年本来你是毕业了表妹，咋本来你是多大嘞？我是十，十，啊，我今年十岁了，真的，今年三年是多吧？毕业。好比呢，大哥讲，我很荣幸，哪里叫他们荣幸，所以都不就来了表啥？我很荣幸，那我阿的边个空余话的嘞，能参加啊？参加所以罢了，能参加，没有罢了。说了小学生，小学生所以跟丽丽的不呢？啊，说了过我们大人跟丽丽的不啦？小学生汉语桥比赛，汉语桥边不挨过罢呀的对，就那边个空余话的了表啥 ？OK， 来，阿龙这个了边拍几包，大家好。大家好，参加所以吧啊，好，那个再到后面了。今天，今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喜欢写汉字。OK， 今天玲玲的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真的演讲了没刚才我把来说演讲是老师的标嘛哎真的标讲没讲呀你啊哦的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喜欢写汉字真的第五次龙里的一样啊你的吧哎的我喜欢写汉字好那所以你的拜龙边标记没阿龙嘟嘟爸爸大家好我在书上读到汉字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Toby， 我在书上读到，真的假的？书上读到，扫帖嘛，太差吧的的，啊，真的扫帖嘛，拍不的。汉字已经有六十龙里嘎的细女比例的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帮里头就的蛮细女比例的老师我固定的六十龙里的包你的龙里那帮里头就的呀看很久很久对吧哦应该呀细女的好别别记吧我在书上世界上所以个爸爸妈的使用最多的东南亚洲文字是龙马的好个爸爸妈卢东亚洲这个龙呢啊，第二个哩，个爸妈路也蛮走熟了，哎，路的工作第二啥子麻烦哩？比如老师说的来点的嘞，这啥人啊？克里里的来点的，路基的来点的，是不？第二啥东的路也蛮的，路比如啥？世界上个爸爸妈使用东南最多的文字，蛮走是龙马的。好，那我说到了没？汉字跟缅文字，汉字跟缅文字。不一样。汉字跟缅文字不一样。它是方块字。
都啊，里长十六个来的，都啊，里长里的爷爷啦，你妈十六个外里的爷爷啦，对吧？都啊，里长里的爷爷来的，每个字就像画画一样。每个字每个字就像画画一样。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每个字就像画画一样，每个字就像画画一样，很漂亮，很漂亮。好，每个字是龙奶是龙奶牙的，就像画画一样，蹦说它的路围的很漂亮，哎呀喇叭的。好，看一个汉字，看一个汉字，看一个汉字，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意思，他的意思。看一个汉字，看一个汉字，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好的，看一个汉字，六十龙的龙我记了音，六十龙的龙我记音，我们可以知道我都第六亚的他的意思，对呀，对呗，我的我都第六亚吧，对的。写汉字，写汉字也很好玩，写很好玩，写很好玩，写汉字也很好玩，也很好玩。写汉字是第二十六年一大家的也很好玩，也表不高嘛的。好，那所以老师的留了一来没，所以啊，我喜欢写汉字，喜欢写，我喜欢写汉字，我喜欢写汉字，我喜欢写汉字。啊，冰莹，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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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讲母乳，我喜欢写汉字。真的哇，第六十六年级啊，再打吧。谢谢大家，阿龙我记住的嘛，对的。好的，打一杯。很有意思，对吧？阿罗雷标杯啊没？好，那所以今天录的老师说嘟嘟来比较拍比较啊，刚问我的啊，你有接他们呢？好 ，OK， 好，那所以老师说报的拜礼，老师那嘟嘟比较来拍没？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高萌，我叫高萌，我今年十岁了，我今年十岁了，我很荣幸，我很荣幸。能参加小学生，能参加小学生汉语桥比赛，汉语桥比赛。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今天我们讲的礼物是，我喜欢写汉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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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亚比，我在书上读到，我在书上读到，我在书上读到。我这汉字已经有，汉字已经有，汉字已经有，汉字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一千多年了。世界上使用最多的文字。世界上使用最多的文字。世界上使用最多的文字。使用最多的文字。他们上哪来的东西？文字跟缅文字不一样。汉字跟缅文字不一样。汉字跟缅文字不一样。它是方块字。它是方块字。它是方块字。每个字就像画画一样，就像画画一样，很漂亮。看一个汉字。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意思。写汉字也很好玩。所以我喜欢写汉字。谢谢大家。好，那所以这个是老师说演讲稿不能搞梦演讲没哈哩。大比没真的留了老师说表达呀没变不会把他们把他读的呀干哪好比呢真的留了个快的呀没表达呀没。哎呀哦老师说哎但是到了卡家今天的作业是底下那个老师说记比了拍表没阿龙没拍比了但凡那个人嘛不他没知道吗知道不他们呢老师。拿上机器没标了单那个好的可以了来了所以说话少里头吧老师们你要说话漏你要么逼得无老师我们你个别提逼多了嘞是不练习漏你啊这些好了这个还没读老师第二跟逼多比对吧对到这边了回答问题来讲第一个是什么今天几月几号第几啊今天几月几号星期几的来老师讲今天几月几号星期四。今天5月19号星期四写一下。今天少点吧爷们。今天5月19号星期四写一下吧。不是我哎呀逼逼的有收费钱。学好了吗等逼逼然后啦。学好了啦。OK， 阿祖爷的扫车码的车便宜来吧。今天5月19号星期四，扫车码便宜来没？老师扫车码没啊？这里有扫车码爷爷没？书本上面还没写好的同学在书本上面写。是我还没写好的。好，那就在书本上写。今天5月19号星期四。老师我写好了。
好，那么第二题目读一下吧，题目是什么？明天一月几号星期几？啊，明天几月几号星期几？说一下吧，明天五月。明天是月四号星期一。哎，明天马总，明天五月二十号。明天五月二十号，星期五。星期五。OK， 写一下。明天五月。老师，我写好了。OK， 好，下一个，第三，读一下。没有冬尾课。星期中文课，没有中文课。OK， 好。他说星期几你们有中文课？老师说这课外皮来没？中文课系的，中文课没皮。老师说话课皮来没？那我们说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有说话课。老师说你的班干？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干说话的呢？答案有点长，皮安奶奶写你的，老师说奥马伊来没？第三，三路伊来没？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啊，我们有说话课。好的，第四读一下。星期几你们只有中文课？大扫除。星期几你们还有大扫除？星期不了嘛，你那点嘛大扫除是啊，来的。好，我没有大扫除。星期天 ，OK， 那就写一下星期天。我们班有大扫除。星期三，我们班有大扫除。我天班十大扫除。老师写好哟，写好了。第五读一下。一天嘻嘻，一天嘻嘻，有几天？有几天？一个星期有几天？有几天呢？七天，那就写一下，一个星期有七天。一个星期有七天。一个星期有七天。老师写好了。写好了 ，OK， 都写好了吗？写好了，都写好了，都写好了，非常好。来，那么我们继续往后。隔壁阿丽姐姐啊，我是做习题吗？对，做习题，做习题。跟老师做习题的，李姐安的老对的。好，你跟厉害李姐安老对的张彪吗？跟老师，小调皮做习题。
小调皮做习题。小调皮做习题。小调皮做习题。习题难画小雁。习题难画小雁。习题难画小雁。小调皮，所以老师说，哎呀，说了个哩哩啊，就像你们是吗？沙漏水说呢，啊，你们说了个哩哩个，哎，做习题都要立正眼的露鼻的，啊，啥的露鼻，习题难，哦，立正眼的要看的，看的时候都要把露了说，画小雁，小雁，小雁好吧，平安，平安我说的，平安蒙太说呢，哈，啥的看的瓜子啥的露蒙太说的嘞，啊。小燕来说比多哟，啥边漏了说说，哪个三姐妹？小燕飞画乌龟。小燕飞画乌龟，乌龟啥？小燕飞画乌龟。小燕飞画乌龟，乌龟啥？哎妈的，小燕来说比多哟，小燕也飞是吧？小燕说比多比画乌龟，乌龟啥比多说嘞？乌龟咋办嘞？雷雷，那是个雷公射水瓶哟。好，雷公比多哟，啥也比啦。乌龟爬，哎，乌龟爬画小马。乌龟爬画小马。哎，乌龟嘞水比多哟，对吧？小马水瓶哟嘞，民工嘞水瓶嘞。小马跑画小猫。小马跑画小猫。啊，小马跑出来，小马甩比多比，小马的比多嘞，小马甩比多嘞干嘛？画小猫嘞，叫你甩边哟嘞。好，小猫叫吓一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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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叫，小猫嘞，哎呀妈，喵！说我来点，哎呀妈，都吓一跳，烂多了，把路烂多了，对啦。好，小猫咧，这个欧来达莫布多烂多了，蹦里面一说比多比，小燕你哦，乌龟、小马、小猫，哎，来说比多比，说了吧，比多，请你啊，狗多比，啥来么了不？而且啥拢没说，哎，请你好啦，哎，学文化怕动脑，学文化怕动脑，对，学文化怕动脑，学文化怕动脑。哎，少点哎的，欧猫叫让我们动起目，对家里面露起目，这样子能学习好。这样子能学习好。要。哎，这样子能学习好。这样子能学习好。对，这样子露手印，这能学习好。blue 露啥？我刚刚进来嘛嘞，他说 blue 露啥呀嘛嘞的。好，再考编辑书没？再考编辑书没？编辑书没？然后在家里说吧，做习题。做习题。小调皮，做习题。做习题。我小燕，小燕飞，我飞。习题难，画小燕，小燕飞，画乌龟，乌龟爬。画小马，小马跑；画小猫，小猫叫；一跳，学文化怕动脑，这样怎能学习好？好比，那我们到这儿了。今天的作业是 ，In Zaga Ba Le So In， 老师说，哎，你大家好，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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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语表没？老师，然后做习题啊，接他没？拼音抄没？做习题也拼音的也没？拼音的考也没？拼音的考也没？拼音两遍吗？一遍吗？对 ，OK。好，做习题哦，老师说拼音的考也没？拼音那边背熟了没？过来打给我接他，好吗？好 ，OK， 大家再见喽。不是我接龙麦他，接龙麦他。OK， 接龙麦他吧，接吧。